我在这一次的州立法议会里面呢，我就有提到这个 Internet 的重要性。我要感谢我们的首席部长，在短短的时间呢，就把 Batu Kitang 这边叫 Telekom 过来安排我们的这个 5G 的 Internet services。明年的三四月这样，我们这一带呢，就是、去离到 Batu Kitang。 甚至到我们的布阿兰拜，我们整个 Batu Kitang 就是这一个 Batu Kitang 这一条路这一个范围呢，就会有 5G 的线。